嗱，呢次咧係神魔之塔首次參加動漫展啦。咁其實做遊戲，我諗最開心嘅一件事咧，就係見到有人玩自己嘅遊戲。The Gods。 希望大家成功，就可以同我一票，谢谢你们。咦？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透过佢嘅说话都会读亲题噶。好啦，到时咧，几位嘅女将咧都会施展我哋新嘅解说啦。去到拉票，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啦。而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下啦，等阵间咧，喺佢哋留意下咧，佢哋咧嘅心口位置咧都会有一个咧嘅嘟嘟马，系嘟嘟马。咁大家咧只要影呢个嘟嘟马咧，亦都可以咧进行。 我本身都是中间，先望下中间嘅媒体朋友中间系啦。然后是左手边。Henry，你好啊！今年咧第一年参展漫节啦，咁你觉得咧个现场嘅气氛如何咧？现场气氛好好啊，见到好多玩家啦，咁啊有人去玩紧啊擂台啦，有后边系抽紧卡啦，咁所以啊好兴奋今日，因为见到。 咁多玩家可以嚟到我哋個booth嗰度，可以去親身感受到遊戲更多啦。咁你有冇預想到會有咁多玩家嚟呢度朝聖嘅？其實，我自己因為本身喺 Facebook 上面都有去推廣啦。咁啊，而家係比我想象中係多，仲多咗少少嘅。咁啊，我哋希望嚟緊嘅日子可以有更多嘅玩家去嚟到我哋個 booth 啦，去一齊去感受到呢隻遊戲。聽你咁講，即係諗住下年都已經決定咗參展㗎啦。下年我相信都好大機會。咁多謝曬你先。